这个阵容难倒，巨难倒。这就是第一手，然后这边是个调完师登狗跑。限制也在跑，还好我带张狂了，回。我守三连，然后这波去拦那个机械师，先知是自愈的，自愈起来跑掉了。这波拦到机械师，这局赢了，没拦到被偷了，等着输，看你机械师。他没自愈，都不想挂他了。可以开局红，28分，赢一局42，直接晋级。
黑妹。 无所谓的，反正都是下一个不认的事。等一个不认，不然他敌得太快。啊！这怎么空的呀？ 打个受伤就够了，卡了我一下。 我不着急，我挂完人，我再过来找你。看来没必要了。 娃娃救的，前锋又戳了个娃娃，嗯，看来刚才真不应该把他放走了，背锅了。 Ah.
你看这钱全都让他发挥出来了，就很亏。应该是娃娃卡尔明。难受呀，这一局白打，不应该把清风放走的。完蛋了，黑妹。哎，我刚才瞎了吗？这火也太不给力了吧！再不开刀就没了。不挂 VIP 了，没时间，早点挂了。怕了吗？
要守住这个结石，没守住的话就要输了。那开局节奏不太好，然后爱哭鬼的话，下一次要换个东西带了，不能再带彩板了，大图没必要。差点平局，那黑妹要是不揍我，我就完了。我靠！东西简直都狗屎啊！他那个娃娃救了他，救了个黑妹一命呢，我靠！哎，无所谓，反正也是要多打一局的，加四分，然后一局十二分。没看见人呢，有人翻进去了。僵尸。打了我一下，
不撞吗？不撞你怎么救人呢？应该是两个人一起救。这么久啊？ 接着再摸它，然后会过来补电机。 谁补啥谁。 就。
让我缓解一下到死的速度，我好把这个人杀了。感觉这台电机应该是空姐，磁铁。哇，我这个好像穿透视了，踩个板子我都能看见他在哪。魔术师胆子这么肥的吗？那一号机应该是空姐。谁的部队在进剿啊？好像是炸鸡。听见乌鸦飞的声音，恶意，太真实了。
不去，去人皇鸡。调香。他打算在玩板区，不打算走。哎呦，女友真不敢打啊！压倒了，这个人要背大锅了，直接被秒了。石像看一下。四爷，又没在二楼。给过半。不是很懂他这个操作，你这不回去又不回到椅子了吗？哦，我懂了，怪不得你要往这边跑。不认失误了哦，像是点了铁屁股，被佣兵叫起来。没治愈，去二楼。哇，这么怂的吗？你跑到废墟那里没电梯可修啊。在摸人，有没有两层？你要是摸好过来就。医院去了，有人在凑宝贝，我不想去管，手势要紧。
刚才还是卡了一会儿。我干嘛要给自己加速啊？我靠！我刚才没加速的话，这边就能拿一刀了。手贱！好了。他怕了，他不敢在那跟我玩。摘个种子，摘个种子。没有用。Oh.